宏达电五月营收下滑，股东会将送200只手机。苹果 iPhone 6即将上市，智慧手机市场买气观望，宏达电也被波及。昨天公布五月营收仅210亿，低于市场预期。宏达电股价昨天尾盘一度跌停，中场大跌10元，收150元。由于宏达电曾预估本季营收为650亿至700亿，五月表现不如预期，六月至少要有219亿才能达低标，要冲高标则必须拼至269亿。面对市场太旧换新速度加快，宏达电手机如何维持销售力道将是一大挑战。另外，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去年在股东会自掏腰包大方送旗舰手机，创有史以来最贵股东会纪念品。今年王雪红也将送200只手机，不过是采抽奖方式赠送，以宏达电股东13万多人来算，中奖率只有0.15%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